能见到机械臂。在电影中，这些机械臂非常的灵活，这些机械臂不但能够开车，而且还能开定位以及发送信息，可以说是比正常的手臂还好用。想必有些朋友会说，这些只不过是科幻片，都是假的，现实中是没有这种东西的。但要知道，科技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。德国的一个小伙就发明出一种机械手指，这个发明可以说是残疾人士的福音了。因为这个机械手指跟正常手指的功能是一样的，甚至于可以说是断指神器，戴上它就像开了外挂一样。真的有这么好用吗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在我们日常生活，肯定有一些残疾人，有些是天生残疾的，也有一些是后天发生意外造成的。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是非常不方便的，尤其是那些缺少几根手指的朋友。而使用了德国的这款机械手指，就弥补了缺少手指的缺憾了。我们从视频中可以看到，当残疾人戴上这款机械手指之后，就可以做很多之前不能做的事，就比如使用机械手指都可以扶着钉子用来钉钉子了，在这之前是绝对不敢想象的。你们觉得这款机械手指值多少钱？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